跟你讲，因为他是吹不熄的蜡烛。那卷卷，你帮我献花好不好？生日快乐！Oh my god！ 卷卷帮我献花给那个美女姐姐，烦呢，你同意吗？生日快乐！谢谢。那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是这个？会员高兴，圆圆满满，节节高升。等一下，这个很有意义。有你，这个拿什么好可怕？这个好可怕，为什么？你们两个很远呢，我没有进位。开始了，好惊恐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吹吹了吗？好不好？真能吹吗？我跟你讲，因为它是吹不熄的蜡烛。真的吗？你用力吹，有来有去。等一下，这是吹不熄吧？哈哈哈哈哈！真的真的吹不熄，他真的吹不熄，我们有什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把它拿下来就好了。真的，哎呀，快乐。很美了嘞，看离我很挑选，谢谢。有没有很浪漫？有。然后你的后面都是烟。